刚买就开始跌，而且还跌超多的，最多的时候赔三万多嘞。每个月你一次就，啊，还讲一次讲一次。ETF 就是靠这样在吃。对啊，所以我就说我要把股票先冲掉 ，ETF 就不要赚，到时候股票的钱让它赔一点。反正我 ETF 赚的比股票多很多。我今年啊，价差在跟股息啊，赚什么赚？应该是想说啊，你 ETF 才有办法把那个大海
真的啦，那球就是。